页哈，你就找股市RSS，然后股市这边就有个什么台股盘市，对不对？这边有个连接，你把它复制起来。复制之后呢，请各位哈到我的程式里面找到那个第三个页面读取 RSS 有没有？哎，这边少一个按钮哈，你直接到哪里？直接到程式码里面看一下最下面这一个叫读取 RSS。那上面这些其实也就是宣告了哈，宣告我们要读那些物件的使用。那比较重要是这一个设定 RSS URL 就是网址。那各位可以看到哈，这个 URL 这边的有一个字串，其实你就可以把刚刚那个盘式有没有的那个字串贴上去。贴上去之后呢，这个就是我们要读取的 XML 的档案的网络上的位置。那接下来哈，后面的话就是通讯。我想这个部分，如果你们比较不是那么在行的话，那你可以大概看一下，上面都有注解。也就是说呢，哈，我利用这个 XML 的一个这个 HTTP 的 REG 哈，这个物件哈，我去读取什么呢？读取网络上的讯息。那如果说呢是200的话，那表示是正确取得哦。那个为什么是200？我想各位哦，可以稍微查一下这个 status，它的状态是200啊，才是正确取得。这个是里面它的一个制定的一个号码哈。然后呢，读取之后的话呢，我再利用什么？利用这个 for each 啊，就是在这个节点里面的东西呢，通通帮我抓回来。那抓回来特别注意呢，也是一样放在 sales 里面的什么呢？Raw index，那 raw index 我是从第二列开始放，所以 raw index 是二开始，然后放在第一栏，啊，里面的值呢放什么呢？放特别注意哦，这边有个 title 指的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有看到 XML 里面呢有一个标签是 title，还有个什么 description 就是它里面的说明。我把这两个抓回来，当然你要抓第三个、第四个都可以，里面只要有标签的，你就可以把它抓回来。那底下呢，就 row 再加一，一直往下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我刚刚只有改这一行，就是 resource 的这个 is 的 RSS 的 UI 哦。那我们把它执行起来，给各位看一下哈。这个地方把它 run 起来，执行。各位有没有看到标题跟说明，就直接从网络上抓下来了。啊，这个如果今天看到跟明天看到又不一样哦，你随时可以更新的。那也就是说呢，哈，我们将来也可以有个应用，就是可以把我们的档案放在网络上面，让人家去存取，好，那这个就可以当资料交换的一种方式。我想各位哈，先试试看，找到那个我们范例里面的那个读取 RSS，然后试着哈把这个 RSS 的 URL 改一下试试看哦。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。那网络上面很多这种 RSS 哈，你们可以找一下，甚至新闻哈，你也可以去读取，那可以把这个人家放在网络上面的这些相关的讯息，就可以很容易的哈，这个当成你的后端的资料库取得你要的资料了哈。